阮为虾米要落来选这立法委员？为着要重建阮恁的乌道政治人的店面。大家时代恁无需要惊吓，要重建乌道，我只要拜托恁大家徛伫我后壁面，做我的后盾，将选票，咱真欢喜，甲当落去，一路的大家。英文拜托大家，所以阮立委过半，拜托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